来第四题，Okay. 我这一题讲的叫做比例尺的观念，其实这几题都是为了在复习你们国小啊。比例尺，中山高速公路台北跟台中距离是156公里，好，这里的单位公里。如果把公路画在地图上，那两个人台北跟台中的距离是52公分，好，单位不同哦哈。那地图上两地距离跟实际距离的比和比值是多少？两地的距离，一个叫做52公分，所以它就叫做52 cm 以上。那实际的距离是156公里，我一定要把156公里变成同单位，那公里变公尺，多三个零，公尺变公分，再多两个零，所以156公里叫做15600000。公分，好，那这样子，我再把它同样约一下五十二，同除以五十二，同除以五十二，会得到一，然后比上30万，3 1 2 3 4 5，好，30万，所以它的比就叫做30万分之一，更正，比叫做1:30万，那比值就叫做30万分之一，好。它表示什么呢？每30万公分的距离画在地图上就是1公分。那当然，如果我用这样除52，表示3公里就代表1公分嘛，哈。它表示3公里就叫1公分。那这个地图的比例尺就叫做3 1 2 3 4 5，好，这个叫做30万分之一。同样地图，如果我画了0.7公分。1公分代表3公里哦，那0.7公分代表的就叫做2.1公里。好，复习一下比例尺的问题。